国泰倾掂数，瞓翻晚仲有钱补。阿姐姐，你系咁揿，赶住话俾人知倾掂数，圣诞要开工咧。咁又系啊，倾咗30几粒钟，终于拆掂数，唔使工业行动，揸下手影张相先啦。最开心嘅应该系你啦，脂肪应承改善攞命羹，即晚来回会预留机舱位俾一半员工唞唞，冇得唞嘅都会简化工作。飞新加坡啊，更加可以喺当地瞓翻晚，仲有5嚿水津贴添啊！我哋嘅同事就算一个月加足人工，都大约系200蚊到，咁就会即系其实一班航班已经系冚翻晒佢一个月嘅加人工噶啦。咁嗰个可能会搞到佢哋冇得捞嘅跨站飞行计划又点啊？点？国泰话未来2年外站最多由3个加到7个，一半由香港嘅员工接手。咁多个站加埋，外站员工唔会多过总数嘅1成半，算收货啦。为咗氹掂员工圣诞开工啊，国泰仲话会尽量改善航班组合，确保大部分人可以唞够先开工。